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接着看下面的这段文。又是血气之属，借寒凝之，既有凝之，借我一体，纵不能功修至德，实之尊火轻火，岂可日强物命，使之仇我恨我与无穷也。一思即此，将有对舍伤心，不能下咽者矣。这一段话说得非常之好啊，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一切动物有血有气啊，血气之如啊，都是讲的动物，动物都有灵知啊，都有知觉，既有灵知啊，皆我一体啊。我们知道这个物质是有界限，灵知啊，没有界限啊，没有界限，这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佛说，虚空法界是我们心的现象啊，跟我们心呢是一体，也就是心显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虚空法界啊。那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众生国土，包括现在所讲的自然现象，凡夫粗心大意，很难觉察到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体。正因为它本来是一体，所以一切众生彼此之间都有感应，感应的灵敏程度与众生的清净心染物心呢，可以说成一个正比例，心越清净，感应的灵敏度啊越强啊。所以在佛与大菩萨他们的境界当中，整个虚空法界所有一切众生跟他都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就如同他这个接收器呀，非常灵敏，极微弱的这个波动啊，他都能够收得到。而我们凡夫这个接受能力呀、啊、差了啊，说在我们接受能力原本是相同的，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啊，他的接收器呀、啊，保持得非常完整，跟新的一样啊。啊，我们这个接收器呀、啊，不知道保管，染污了许许多多尘垢。啊，脏乱不堪，所以接受的能力、啊、差了。只有大的波动我们能够觉察到，微细的波动啊，完全接受不到了。就像这个
比喻相似。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真正做修养的功夫啊，所以修养功夫就是把我们心地的秽垢洗刷清除掉，恢复到我们的本能，那我们接受的能力就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了。虚空法界过去未来啊，所有极其微弱波动的现象我们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接收的工具不需要机械，不需要肉体啊，诸位要晓得接收能力不是肉体，灵知啊。那灵知有没有相呢？我们一般人讲灵知没有相，佛在经上也这么说，这个说法是对凡夫说的啊，凡夫能够理解，就他的程度，就他的常识来说，不是佛菩萨自己们所说的啊。佛菩萨自己们他们在一块说灵知有相，那么这个色，这个色就是色相啊，啊，这个色相叫无表色啊。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眼耳鼻舌乃至于意都没有办法感受得到啊，所以这是无色。其实无色还是有色啊，我们见不到的色佛菩萨能见到的。这个话很难懂啊，我们得举比喻来说。譬如人都会做梦，那我问你，梦中有没有色相呢？我们细细去想一想，不能说没有色相啊。为什么呢？我这个梦醒之后啊，回忆啊，这个梦里的境界清清楚楚啊，我梦到哪些人物，梦到他在做些什么事情啊，梦到那些生活环境的状况啊，就像真的一样啊，那怎么没有色相呢？那么既然有色相，你在做梦，旁边这个人为什么看不到呢？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佛讲无色界，那个无色界就像是梦中的境界，定中的境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人觉察不到。啊，别的人跟我们在一起，无论他是醒着或者是一同睡着，他没有办法进入到我的梦中啊，他见不到我梦中境界啊。道理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如果是有功夫的人啊，也就是说心地清净的人，清净到一定的程度，你做梦啊，他在旁边能看见啊。我们在传记小说里都看到啊，那些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家读书啊，也许都读过传奇小说的《黄粱梦》啊，这一个老道是个修行人啊，有定功啊，他在那个地方闭目打坐啊，旁边这个秀才啊在旁边打瞌睡，在做梦啊，梦醒了之后，这个老道给他说，
你梦中做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他全都知道了。怎么知道？他看见了吧？啊，梦中那个心，那个境界，心变现的，哎，他看到了。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啊，色有粗的色，有显色，很明显的，啊，有极微细的色，我们凡夫无法见到的，无法体会到的，啊，这样我们才能够信得过佛菩萨甚深禅定啊。他那个心，清净心，清净的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得到。在他那个境界里头，一切众生极其微细的念头，极其微细的现象，他一目了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知道灵智跟我是一体呀，灵智自然是一体，色相也是一体。纵不能功修之德啊，我自己不能把自己的道德水平修到究竟圆满啊，为什么呢？道德真正到这个程度，这些小动物啊对你都尊敬，啊，对你都爱护，这个亲我就是爱护啊，绝不会来干扰我。我们要有德行去感化他们啊！啊，印光大师70岁之后，房间里这些小动物都没有了，啊，蚊虫、蚂蚁、蟑螂、跳蚤，一个都找不到。70岁的道德修养达到这个水平了，这些小动物对大师都敬仰，啊，都来保护他，怎么会来干扰他呢？我们见到了，我们听说到了，自己也要加功修德。啊，我们今天自己修的还不够啊？为什么呢？自己居住环境里面还有这些小动物啊，不过自己也有体验，也能证明古人所讲的是事实，因为自己断恶修善啊，心地一天比一天善良，一天比一天诚恳，一天比一天清净，一天比一天慈悲啊！我们很认真很努力地在做啊。从什么地方看呢？从居住环境这些小动物看啊，它来骚扰我们呢少了，数量少了，次数少了，这是我们自己很值得安慰的啊，自己的善德在进步啊，但是还不够，为什么呢？没断绝啊，但是自己有信心，2-3年之后啊，大概我们居住环境这些东西可以断绝啊，我们绝没有心呢，想把它赶走，当然更没有杀害的这个念头。我们爱护动物啊，啊，我们每一天读经念佛，啊，修集功德，也都回向给他们。我们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
啊，我们照顾他，他也会照顾我们。啊，都有明显的感应。我们尊重他，他也尊重我们。我们敬爱他，他也敬爱我们。不仅是动物啊，连植物、树木、花草都有感应呐！啊，我们爱护它，照顾它，它长得美，啊，花开得好，开得香，啊，它的回报啊，来供养我们呐！啊，我们种的菜，种的花果，啊，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去采来吃啊，那是它。甘心情愿来供养啊！啊，我们对他真的有爱心啊！现在我们发现，那外国人常讲的这个植物啊，喜欢音乐啊，确实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的菜园播放音乐啊，这个音乐是给这些植物啊供养他们的。啊，现在我们这个播放音乐呢，我们改播放符号，啊，改播放讲经，哎，他们也会听啊。啊，我在这个图文巴山上，啊，我们自己种的有丝瓜，啊，大概种了也不少。悟谦法师就照顾他们。有一天晚上，这个丝瓜托梦给他。说丝瓜长得太大了，太老了，你还不来采？啊，到第二天呢，他果然去找到一个很大的丝瓜，真的已经太老了，啊，那采下来之后，只能留着做种子了。丝瓜会托梦给他，啊，叫他去采，已经太老了。植物都有灵性呐，啊，何况于动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要生在爱的世界里面，要生在感恩的世界里面，要生在互助合作的世界里面，这个人生多美呀，真善美慧呀，不是口号，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能够契入这个境界，又何乐而不为之呢？为什么天天杀害生命啊，来养活自己呢？这些动物它不是甘心情愿来给你吃的，你杀害它，它恨你啊，你跟它借的冤仇啊，这个冤仇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吃他半斤的，来世要还他八两啊！人死为羊啊，羊死为人，生生世世互相仇偿，这一桩事情多可怕啊！这是愚痴到了极处啊！啊，所以一个人修行。啊，在菩提道上障碍很多，这障碍从哪里来的？都是无量劫来以及这一生当中给这些有情无情结下了许许多多的冤仇啊，冤恨啊，造成了许许多多障碍啊。我们今天有幸读到圣贤书，闻到圣贤的教诲啊，幸亏还有一点善根福德，听了读了深信不疑啊，啊，依教奉行啊，老老实实认真努力去做，才证明古人的教诲真舍
不虚。啊，佛教导人，信、解、行、证，啊，最后一定要证实，事实真相于是大白。所以，我们常常能想到这些这一段事情，特别是在饮食的时候，啊，你能够想到，你就不忍心吃众生肉了，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接着，了凡先生又说：“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以情所宜亲呐、啊，背离相干，与我何与？本无可怒者。这个真的要看得开呀、啊！啊，你为什么会发脾气呢？”当然看到别人呢把事情做错了啊，得罪于我了，我才会发脾气啊。人为什么把事情做错啊？为什么会得罪我？要多想一想呢啊。这个人回报我，侮辱我，伤害我，我要想一想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他对我不了解，对我有误会，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良好的管道沟通，所以才有这样的现象。这个事情不能怪他，我自己也有不是处啊。纵然自己没有不是处，过失都在他那一边，与我又有何干呢？啊，佛在《无量寿经》上说得好，啊，特别是我们处现代的社会，看到许多人为非作歹。使我们自己有时候确确实实好像不能忍受啊。佛在经上告诉我、啊、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佛说这个话多温和。这些人，他的父母，他的长辈，不懂得仁义道德，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了，所以他才犯过啊，才做一些违背法纪的事情啊。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应当原谅他啊，不能够责怪他。你看这样的心多平和啊，这个心量多伟大，我们应当要学习啊，不可以责怪他，即使教导他了，他还犯过失了，我们也要回头反省，我教导的都不够好，我教的不够圆满啊，我教导他，他为什么还做不到？啊，不要把过失都推给别人，应当回过头来自己好好想想。啊，你比如现在有很多做父母的，啊，遇到我法师啊，现在儿女不听话了。啊，有很多做老师的来告诉我，法师现在学生不听管教啊。啊，我的回答，我说你的子女学生没过失，你没有教好啊，你怎么能怪他呢？啊，不错，
现在社会的大环境非常恶劣，邪知邪见导致邪行充斥在世界，年轻人哪有不受熏染的道理啊？这是现在年轻人难教啊一个外在的因素。可是这个外在因素啊，我们如何用内在的真诚去克服？古人讲的不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呀、啊！啊，那我们再细想一想，连这小动物、蚊虫、蚂蚁都能感动，花草树木也能感动，人岂不能感动吗？啊，不能感动啊，是我们的精诚没有达到。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这样的反省，那就好了，一定呢会把自己的德行向上提升。唯有提升自己的道德，才能感化现代这些年轻人啊。我们自己没有清高的道德，一昧去责怪年轻人，就惩罚年轻人，这不是办法啊！教育这个手段，惩罚不是一个最好的手段啊！最好的手段是感化了，是要自己用真诚、爱心啊，亲近。平等的爱心去感化一切众生啊！佛菩萨对于畜生、魔鬼、地狱都能够感化他，都能够引导他回头是岸的啊！何况世间有情众生啊，我们应当想想，要怪自己的功夫德行不够，决定不能怪别人还没有接受感化啊，这样才能成就自己，成就他人啊。佛在经上说的，未能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这句话说得好啊。啊，所以你要想度化别人，必须成就自己的德能。啊，唯有自己的德能，才能感化别人呢，才能够度化众生。佛在经教上说的这样的圆满，这样的究竟，我们读诵经典的人不能疏忽。我们不能成就，实实在在了凡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因循粗心大意啊，进一步这又教给我们忧思天下无自是之豪杰，业无忧人之学问，行之不得了，皆即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啊，这些都是我刚才所说的。啊，天下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啊，凡是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这个人不是，绝不是英雄豪杰。啊，那称赞他是英雄豪杰，那只是称赞而已，
有名无实啊，真正的英雄豪杰绝没有自以为是啊。那我们称佛为大英雄啊，你看这个寺院里头供养佛像的大殿称为大雄宝殿啊，这我们称他大英雄啊。佛有没有自以为是呢？没有啊。佛跟众生讲经说法，他说了，他自己没有说一句话了，没有说一句，说了49年啊。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所说的都不是自己的啊，是谁的呢？古佛所说的啊。孔老夫子一生教学也说他没有他自己意思，他一生呢只是述而不作，所说的都是古圣先王的教诲。你看这么样的谦虚啊，啊，绝不没有自以为是，绝不加自己的意思在里头，这是真正的英雄豪杰啊。说业无忧人之学问，忧是怨恨的意思啊。圣贤人的学问呢，绝不会引发一个人自私自利，绝不会引起一个人贪嗔痴慢，绝不会教你去害别人利益自己。圣贤的学问没有这些啊。啊，一个从人上说，一个从学上说啊。那回过头来我们反省自己，行有不得了，皆己之德未修。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反省啊，我们自己确确实实道德没有修，我们的真诚不够，所以我们的感化达不到啊。啊，无懈以自反呢，这些东西我们要认真自己反省。啊，所以要想帮助社会，帮助别人，啊，帮助社会呀安定和平，帮助一切众生幸福美满，从哪里做起？从自己修德做起啊！你自己没有真正的德学，如何能感化众生啊？自己还有一丝毫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念头还没有放下，如何能感动众生啊？如何能行菩萨道？这些话句句都是真话，都是实话了啊。所以我们想帮助这个世间减少灾患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世间有不少人都相信古老预言所说啊。我听很多同修从欧洲回来啊，他说欧洲人呢都非常尊敬相信呢这个16世纪的预言家啊，诺斯多玛斯，他们呢都把他当作圣人来看待他的预言
是讲我们这个世纪有大灾难了。啊，基督教圣经里面讲世界末日，啊，伊斯兰古兰经里面也讲世界末日，大概都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啊，我们这些书看了，这些话听了，也忧虑不安呐。啊，我们自己如何能在这个灾难里面呢幸免？如何能够在帮助世人度过这个难关？有没有可能呢？我们今天读了《了凡四训》，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可能。我们自己修养道德，自己就超越了。佛家里所说的共业里头有不共业，啊，我们自己可以超越，我们自己有能力超越，那就要帮助广大了苦难众生。啊，如何帮助他呢？一定要以德行，要以学问去感化他，让他觉悟，让他明了，让他了忏悔，也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灾难可以化解。啊，纵然不能完全化解，可以把灾难程度啊减轻，把灾难的时间缩短，这个效果就是很大的功德了。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去做，怎样修养自己的德行，这个书里头举的例子很多。我们细心去体会，反复的推敲，啊，他底下又举了一个例子，这毁谤之来，借磨练欲成之地，我将欢然受赐，何怒之有？啊，这一条，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遇到的，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啊，别人恶意的回报我们，啊，回报我，我听了之后，能不能呢？一丝毫怨恨的心都不起，这是功夫啊。啊，有人造谣生事在外面回报我，啊，有同学来告诉我，啊，某人啊说你的坏话，怎么样回报你，他一开口，我就制止他，不要再说下去。啊，他感觉到非常惊讶，为什么？我告诉他，我希望我的心对那个人呢，永远保持最好的印象。啊，我不希望啊，他的不善、种种的言行放在我的心里，我不希望。我永远记人家的好处，记人家的善处。我的眼睛看天下都是善人，都是好人。啊，绝不把别人的不善呢放在我心上。把我的心变成不善，这个损失就太大太大了。那个说我坏话的人，啊，破坏我的人，从前对我很好啊，我永远感恩他的恩，待他的德，啊，以后种种这个不善呢，那是
别有因素，这个因素里面多半都是误会呀、啊。啊，他为什么啊？从前对我好，现在对我不好呢？啊，从前我对他有好处，现在好像我对他没有好处。啊，从利害上啊，心理、态度、言行改变了。啊，这个改变我清楚啊，我过去对他好，现在对他更好，啊，是他不了解。啊，为什么呢？他的心目当中啊，只是名闻利养的利害啊。啊，我今天已经提升了一步啊，我今天完全讲的是德行啊。啊，在道德上向上提升了，名利上我放下了。啊，我对他的好他不了解，他产生误会，我应当要原谅他。说原谅他，我的这个心胸已经很小了，已经是错了啊，完全没有这回事情啊。这个事情它在别的地方可以发生，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没有发生过，我们这才能回归到自然，回归到天性呐、啊！啊，许哲为什么120岁还这么年轻？啊，还这么健康，一生不生病，啊，还能为社会苦难众生服务，啊，他为一些老人服务，其实那些老人比他小得多。啊，70、80岁的老人，啊，他100多岁的人还替他服务，啊，什么原因呢？心底里头不夹杂丝毫不善的念头，啊，决定不许可有丝毫不善的东西跑在我的心里面去，我都要防范呐，我这个心里头只容纳一切众生的。善心啊，善德，这才是修养自己的道德啊。所以我们遇到了人家毁谤、侮辱、陷害，我感激啊。为什么？从这个境界里面来勘验自己功夫究竟到什么程度了啊。如果我还有一念厌恶的心，有一念不高兴，自己立刻回过头来要忏悔，我的德行不够啊，为什么经不起考验呢？啊，所以决定是欢喜受赐啊，何怒之有呢？啊，人家这样对我，我用这个态度对他，哎，这个慢慢传到对方去了，对方会感激，会回头是岸，我救了自己，也救了别人。啊，如果我一听到别人回报，我就发怒，啊，我就存报复的心，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自害害他了。这个道理不难懂啊！啊，这个事情利害得失也不是很难明了的啊。多想想，多思维，我们就能够自救救人，自度度他，这又何乐而不为之呢？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希望一生当中都能保持着真诚心，都能够永远保持着爱心，
啊，爱一切众生，人爱我，我爱他不难啊，人恨我，我爱他，这才叫真正功夫啊，真正的德行，真正的学问啊，造无逆失恶的罪业的众生，我还是以真诚平等的爱他啊，因为我知道他有佛性啊，连三字经上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啊，我知道他的性本善啊，他的真心，他的真性是本善啊，我尊敬他，我爱他啊，他染上的那些不良习气，那不是真的，那个可以改的啊，所以只要一念回头，他就是善人呐！啊，恢复到他本来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廖凡先生接着说：“又闻谤而不怒，啊，若无其事。”虽禅言熏天，如炬火焚空啊，终将自息。我从年轻的时候学到，我懂得，我明了。啊，好像是在去年，这个悟道法师啊，把这个台湾有一些报纸杂志啊传真给我。写了封信给我，这些呢都是台湾一些出家人指着我的名字回谤我啊，侮辱，说我这个提倡无量寿经汇集本是很大的罪过啊，误导许许多多念佛人啊，长篇累牍的文章写在那里。悟道法师要找一批同学啊写文章来反驳，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他，随他去骂，一句话都不要说。为什么呢？他骂累了就不骂了嘛，与我不相干嘛，他写文章随他写，他总会有写累的一天的啊，我们一丝毫反应都没有。他悟道是忍了气，好听话啊，我们就不理他。那现在不就没有了吗？啊，这个骂人你要知道啊，两个人越骂越起劲。如果一个人骂，一个人不吭气，骂到最后他骂累了，他自然就不骂了。这个人坐在这里很舒服，啊，在那什么，在听唱歌啊。那哪个人高哪个人低呢？旁观的人说，哎，某人有修养，哎，某人很这个的风度很差，由人批评的，我们何必说一句话呢？啊，何况骂人好累呀，啊，那个发脾气对身体的伤害呀，非常严重，发一次脾气，那个许哲讲三天都不能恢复，你为什么要发脾气啊？那他骂你，你很难过，他骂别人，你为什么不难过啊？啊，他骂我净空，那净空是假名啊，很多人都可以叫净空啊，我何必要接受呢？啊，你人家骂你，你就接受了，你傻了，你愚痴啊！啊，你听了像他骂别人一样，与我不相干，心平气和。这个冤冤就化解了啊，对我误会也化解了，不要去理他了啊。打架也是如此，两个人越打越起劲，如果一个人打一个人不还手，那个打的人打几下他就下不了台了，你再打人家不还手，你不打自己又难堪，这个方法对于喜欢打架的人很有效果，我都用过
啊，我在年轻时候遇到一些同学朋友发脾气的，他打我，我不还手。啊，他把我推倒，我就倒在地下不起来。旁边人看到他在那里很难看，下不了台，那要打打不下手，不打好像这个也没办法收回。我这一招很高明啊。啊，所以不要跟人争，一定要保持啊好的友谊。啊，这种过失错误，希望把这个时间缩短。友谊要很久，要长久。做人的道理啊，啊，帮助自己啊，成就别人。啊，所以一切谗言自己会消失。啊，不必我们去辩驳，啊，愈辩愈黑呀，啊，不能辩驳，自然的化解了，这个好。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